再回给周一翔，目前开局的中华队打得相当出色，领先三分。周一翔球到哪里下，放进两分。这个球就打得非常的漂亮，可以看到在左打得真的让人血脉喷张。陈一军再交给底线去找周一翔，周一翔出手进。哇，看起来不管是外线的出手，切入以后的出杨建敏再回给周一翔，一翔外线的跳投出手得分。中华队今天在外线上发挥的相当好，因为他中国也去过，韩国也去过。陈世念再回给简浩，再回给周一翔，周一翔外线拔起出手进。世念也只能这样做了，因为其实给的稍微深了一点，还是中华队的球。周一翔突破在篮底下挑战对方的禁区，球进算 and one， SBO 的 MVP 在这场比赛做出了反弹。换上来以后马上在三分线上先有贡献，接着往底线突破以后去赚到一个 and one， 连续有机会拿到六分，昨天仅拿下三分去的助攻了，未来中华队控卫的希望。把球给敲掉，前面再有快攻机会，二打一，周一翔飞上去，篮底下戴维斯再补，裁判。两码进。所以这次的犯规战术是成功的。但时间上是一分一秒在，周一翔突破在篮底下先放进两分，一样必须衔接到一个包夹。89-78。中华队可能是最后一集的机会，周一翔外线的跳投出手得分。